大马路上，机车骑士跌坐在地上，表情痛苦，而一旁的路人赶紧上前关心。监视器画面拍到一辆机车疾驶而来，接着撞上公车，倒地不起。机车骑士一度被压在车底下，动弹不得。嘣一声很大声啊，然后机车就倒在路上了 啊！就看很严重，那个骑士一直被压着起不来了，感觉非常严重啊，这样。我就是在上下客人啊，我还没停止，嘣一声我就吓一跳了。刚好跑行程的安乐区市议员候选人黄继堂目睹整个车祸过程，看到机车骑士被压在车底下，也帮忙报警并上前关心。刚好经过的时候啊，就突然就看到地上啊，他这个就跟机车跟这个公车撞击，然后倒在地上，然后天雨路滑，雨也下很大，我就赶快下车，我帮忙他撑伞，然后并且协助他。伤者的情况是，我到时候是第一时间，他刚好倒在地上，包括眼角、手指都可以明显的有受伤，在流血的情形发生，赶快让他先简单的做，赶快先做拍照，然后赶快把他赶快把他扶到旁边，因为毕竟下大雨哦，一直在路上淋雨啊，躺在地上也不太好。由于撞击力道大，机车和公车零件都有受损，救护人员到场，先将骑士进行初步包扎，送医急救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